我们今天来到新疆烧烤，它的那个这个羊，你说什么羊？什么筋？肥羊筋超级好吃。然后超级。然后呢？你看一下我们点了多少东西。好啦，你现在看到这些东西就是个特色菜，就是必点这些就可以了。嗯。其实新疆烧烤以前在国内会常常宵夜很多次，那很难就是在这里开了大概一两家这样的店。那现在在这里，我们是在一家比较好的一家店，那它是在百家广场。通常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喝酒聊天，大家一起吃烧烤一起等，可以在这边耗个两三小时也没问题。你看这里非常多的人，那非常欢迎大家来这里试吃一下，我觉得这是真心推荐这家。好，拜拜。